去到第三節向左望節目時間啦，頭先又從一個宏觀角度去睇，究竟其實成個足球事業究竟點樣反映翻一啲政治嘅實況啦，或者長毛反映翻佢自己即係成長過程裏邊，因為意識形態分歧，即係球賽玩下手，其實就係變咗另一個意識形態角力嘅戰場咁樣啦。咁其實榮我都即係當然而家就後冷戰年代，或者甚至叫後殖民年代啦。咁會唔會其實即係？以你呢個年紀去睇波，其實你會發現到同你即係譬如話可能長毛呢一輩人睇波個心態啊，或者係個諗法已經係幾唔一樣咧，又或者同你對落嗰輩嘅後輩睇波個心態都係唔係唔一樣咧？咁好唔同嘅，我80年代出世，但我睇波比一般人早啦。你幾睇先？86年啦，即係八零。你八世界盃，咁即係好細個啫喎，哥。四五歲啦。咁即係嗰個同一啲喺即係有線時代先睇波嘅人，咁嗰個心態好唔同嘅。即係譬如即係對我嚟講，可能世界盃係一個宗教場所嚟嘅。其實你真係覺得64場波係其實唔應該錯過任何一場嘅，除非你即係要翻工啊、翻學啊之類此類咁樣。咁即係世界盃期間好有種孤獨嘅心態，就係好多人問我點解呢場波有咩好睇咧？點解呢場波都要睇咧？呢場波係咪好好睇咧？即係世界盃，其實你諗下，即係當我哋80、90年代或者90年代初嘅時候，根本係電視係一年就係播10多場波嘅時候，每到世界盃就係一個瘋狂嘅一個宗教活動，俾你去將你對足球熱愛完全發揮出嚟嘅時候，咁根本你係理所當然地要盡量睇曬所有足球賽事喺個世界盃。咁跟住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其實即係身邊嘅人就會覺得我有啲人就好似一啲好難以理喻嘅瘋子啊，咁樣啊，因為即係咁世界盃啫，咁輸咗波唔使咁唔開心啫，贏咗波又點咧？又唔係贏咗錢，咁即係另外，即係而家睇下大家嘅報紙都知道，基本上都係用一個即係好煽情或者用一個好賭波嘅導向去報導呢個世界盃啦，咁樣即係譬如究竟最重要嘅嘢其實未必係啲球隊打成點啊，點解一隊波係贏定輸啊，而係你估唔估到，預唔預計到佢係贏輸，或者預計幾比幾啊，邊個守門入球啊，諸如此類嚟講。咁其實即係成個估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對於足球嘅理解，其實隨住呢、這個每個禮拜俾呢個直播中球足球嘅轟炸，同埋呢個賭波合法化之後，嗰、那個咁嘅趨勢其實已經係同以前即係我哋對世界盃嗰種敬重啊，當佢一個宗教活動啊咁樣，其實已經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咧。咁同埋而家即係好似越嚟越多人就覺得你睇波唔到波，又覺得好奇怪嘅，點解會投注咁多感情入去咧？咁樣，咁其實真係可能新世代或者嘅人就未必會理解到，其實即係對一隊波嘅感情或者對足球嘅感情，唔係一個用錢可以去理解得到，唔係純粹靠呢個投注嗰方面去換翻嚟嘅嘢啦。咁所以我咁睇啦，即係話你由細到大，唔單止足球陪你成長啦，甚至其實足球裏邊俾到你嘅一啲自我認同啊、滿足感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你同人講波，可能你識某啲嘢，人哋係唔識嘅，咁可能你都有一種即係光榮感，其實都好重要，成為你成長裏邊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喎。其實咁即係好自然啦，即係你係覺得你自己個球迷嘅，你就不停去追逐一啲咁嘅資訊，去覺得你同人討論嘅時候，你要有貨去拗贏人嘅，話我俾你聽，你係有料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尤其是去到網絡時代更加麻煩嘅，因為你發現有無數嘅資訊咁樣，連即係一隊波嘅練波時間啊、預備組嘅賽果啊，咁你都知嘅時候，咁其實係一樣好痛苦嘅嘢，因為你要不停咁追逐嗰個資訊啊，咁樣。其實係即係同以前細個你淨係每個月去買一本叫《足球世界》或者呢個意大利足球或者英國足球畫冊嗰啲咁嘅雜誌去睇啊，其實係爭好遠啊！仲可以點睇啊？即係對於新我覺得佢係足球冇乜特別嘅，即係當然佢係一個好多人中意睇，好多人中意踢嘅足球，一個體育運動啦，係咪？咁如果你個籃球迷點睇足球咧？咁樣我覺得係冇意思嘅。其實球類嘅發展咧係不停喺不同嘅球類裏邊咧係借鏡嚟做戰術嘅。我舉個例，即係足球嘅戰術。譬如舉個例，出波喺前柱頂，咁呢個好明顯係籃球同排球戰術嘅合嘢，即係概冇啫嘛。即係個概念就係最快嘅時候就啪一聲喺度打。以前足球咧係落到底線大腳跳去遠處嘅，等個人投上嚟衝頂嘅。咁當然呢啲咁嘅科技嘅發展同埋
電腦的應用是令到足球賽更加功能化，係嘛？譬如前快後掩，咁你排球係咁噶嘛？前快後掩咪前面兩個走過去，後面嗰個突然間衝入去頂，係咪啊？或者是後托，即係排球後托，咁咪撐龍舟啦。排球後托其實是撐龍舟嚟嘅，即係足球的撐龍舟嚟嘅，係咪啊？所以其實呢啲或者單擋啊咁樣，其實當然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睇，你會很有興趣咯。其實我都中意咁樣睇。其實足球只不過是一個人類傾注了很多慾望，傾注了很多樂趣，同埋佢係可以參與嘅遊戲。嗱，而家個問題就是當世界盃嚟嘅時候，因為商業嘅需要，大部分非踢波嘅球迷喺度睇啦，連波都唔踢嘅，係咪？咁你當然係即係佢要，所以佢要嘥好多時間。你邊咁大嘅生意嘅時候，就去就嗰啲非踢波嘅球迷，或者非經常球迷。咁所以其實喺足球嘅評論上面啦，或者你用即係如果呢個世界盃係令到人對足球認識更加多啲，呢個一定係欠奉噶啦。老實講，我有好多隊友好波過我好多嘅，佢都唔睇，佢都覺得以前嘅足球知識對我有乜嘢興趣啫？我最多踢啫嘛。嗱，好似佢咁樣，佢就係一個百科全書牌，即係全部你香華你踢過咩波？有邊個有個邊個叫普斯卡斯啊？邊個咩嗰啲啦？其實佢喺個足球喺佢嚟講咧，就係一個認識嘅過程，一個了解嘅過程。喺我個隊友嚟講，屌你咁嘅世界盃踢咩？我踢噶嘛？嗱，好簡單。你如果一個球員，你到底會揀踢波，抑或係揀睇波咧？嗱，當然，如果場波好大，咁你踢嗰場波係諗住自己踢都冇人嘅，贏緊或者輸緊，梗係唔踢。你話講，如果球員係唔諗住去踢波去睇場波咧，我哋真係即係係有問題嘅。而家大量嘅人就係而家職業足球一賭波咧，係將足球呢一樣嘢係非參與化，即係等於好多人係唔玩音樂去聽音樂一樣。我哋嘅社會就要疏離，個疏離嘅意思係咩咧？第一就係因為本身個喺財富分配方面係令到佢疏離，因為佢你買啲電吉他去夾 band 係好難嘅。OK， 第二你真係揾場波去踢喺香港嚟講真係好難嘅。就算真係去到一個地方有好多草嘅，咁又唔使嗰個足球唔使場唔使保養噶，嗰、那個賽會唔使組織噶，唔使球證噶，係咪啊？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就係話。其實足球之為足球，都是有一個異化的過程，就是話越嚟越多人係要定期咁樣，好食藥咁樣去享受一些可以不停複製的產品。嗱，我俾點樣不停複製呢，就是歐聯啦。總之你一打一個電視，一定有波俾你睇，搞無限量咁多個杯賽，係咪？佢冇叫你參與嗰場波嘅喎。即係佢係冇 provide 一個 platform 俾你去做一個足球員嘅，香港都係噶。香港而家你啲場啊，炒到一倍多噶。你想踢場波去炒個場，俾翻五嚿咧，你一定係1000嘅，係咪啊？所以即係如果你講足球，作為足球一個足球非球迷球迷去分析，即係講之不盡。其實個世界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就係任何呢個世界嘅嘢，其實都係你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睇，如果個足球員嚟講，我話俾你聽，好撚多唔睇嘅，我話俾你聽，一太渣啊嘛！即係雖然間佢唔會踢得叻過嗰個人，佢覺得話唔係啊嘛！我以前睇啲球王，我諗到做唔到嘅嘢，佢會做出嚟；我諗唔到嘅嘢，佢都做出嚟。而家完全都係即係完全係知道曬嘅，係嘛？你睇下荷蘭今屆打入四強 ，OK， 打入四強，所有荷蘭等都好開心。大家諗下。他用全能足球的國技已經沒有了，你看他現在是非常平庸的球隊，是完全看不到在六七十年代荷蘭那種踢法的，是沒有的，就是他猜個球都有問題的分鐘，是不是？那你老實說，你在荷蘭等，那你喜歡什麼呢？喜歡什麼呢？喜歡聖賽果？好了，這一節節目時間去到這裡，下一節我們再見，一會兒見。